现在是阿贝先生，他是代表。宮本直樹，宮本是副所长，就是他们这个 Volunteer Station 的副所长。对，早安。叫宮本宮本。其实我的专门是法语，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赈灾学，关于这个赈灾学这一本书，这本小杂志的事情，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其实是读法文的，我要跟大家来讲是很不好意思，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一个赈灾学这一个小册子的事情？我要跟大家说，这个赈灾学的第一本出版为什么会出刊？这是赈灾经过一年四个月以后，就是2012年夏天，我们出版的第一本。到底出本这个是什么意义呢？我现在要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赈灾学并不是有存在的，但是这是在到底核灾是什么，原子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时，我们的学问到底能够做有什么实用呢？到底我们能做？当我们看到人在很痛苦、很难过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们做什么呢？我们希望能跟陪伴他，但是我们所学的，学业到底能够用在什么地方呢？经过一年四个月之后，我们出版这一本。虽然时间隔了一年四个月，但是那是有它的意义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对于核能发电还有核子这些问题，我们去整理，我们必须要有这一段的期间。这样回想起来，赈灾以前，赈灾过后，刚过后的时候，以学生教员为中心，到赈灾到灾区去做义工，这是从三月底开始。所以一年以后，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然后这些基本问题在哪里，我们整理出来才出刊这一本赈灾学。然后有很多瓦舍瓦砾，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去处理？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这都是我们自己在问自己，但是并不是我们现在把它看成一个问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做成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科目的时候，让大家能够去一起考虑，一起去思考。我们要到那个阶段，我们还是需要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一些影片，就是正在过后的事情。那去义工的一个学生问老师说，
老师，你去做义工，你是为了什么呢？你是为了去做你的调查报告呢？你是去为了你自己的意义吗？当然，这是一个从很单纯的学生的眼睛来看，你是为了调查，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意义。当然，我本身也对这个学生他的质问，那是很自然发出来的质问。但是那时候我们开始想，到底我们目的是在哪里？当然也有老师就是为了自己的调查去，但是也有很多的目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些事情把它整理起来，写成的这一本赈灾学。另外一个问题就让我感觉到时间，这个时间的重要性，时间的 scale 不一样。有的人说艺术没有力量吧，唱歌没有力量，做文章没有什么力量吧。但是我们当时也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读书也没有什么力量？为了这个赈灾，我们所能做的到底是什么呢？刚才那个学生问的说，这是调查的目的，以调查为目的吗？如果现在的我本身一直这样做过来的，我本身到底说不定我本身也是一种为了调查在做这个事情，我一部分也是有这个心情。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只有我。有一本书他这样写说，因为是我才能做的事是什么？当我们站在那个很悲惨的灾区的时候，我们能够想，我能够做什么？我想，只有这一个心情，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想法了。我本身也不晓得我现在到底心情很复杂，但是我们到灾区的时候，有几个人就是有几个课题、几个质问在自己的心里，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会问说，核能发电以后会变怎样？住在灾区，住在假设组合屋的人，他以后会怎么样？什么会变怎样？我们对前途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要问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回答没有办法得到回答。为什么不是我，是你死掉呢？这种问题，为什么是我的家人呢？为什么是他呢？为什么他会遭受这个事情呢？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这一个创刊的意义就在这里。说不定我们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得到一点点安慰的心。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专门学法语的。
我们所做的这个创刊，这个是赈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与现实，然后这些问题到底是在他们的基本问题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收集了大家的这种所做过来的反省的智慧来创造这一本书。所以写这本书并不是都是学者才写，也有大学学，当然也有大学的教授写，也有宗教家，也有基督教，也有佛教的领导者来写，新闻记者、电视的报道的人，也有那些实际上去做义工的人，还是对核能发电有知识的人，他们来写，当然也有，但是我们也接受一般的人来写。灾区的大学，灾区的大学，我们本身这个东北学院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灾区的大学，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是我们在灾区，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也很多。我想我们因为是在灾区，所以我们能够做出这一个出刊这一本书有它特别的意义，也有一个其实我们因为是灾区，我们能做，但是也因为我们是灾区，我们很难做出来的事情也非常多。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灾区的大学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灾区以外一般的大学，他们对于这个赈灾，他们也会想很多问题，这些反省，这些话，我们以这些中心，这些事情为中心写这一本书，然后有的人会写为什么我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有的人会写一些他的回答，这是我们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人的意见写在这本。我们是目前已经出版第四册，我们预定一年出版两册。最近韩国的国立大学，他们也将这一本赈灾学这一个杂志使用在他们大学里面，彼此做一个检讨。有里面有很多的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写在这里面，我希望你们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拿看，然后